大家好，今日出发去长沙旅游。中山八路那个拐弯处最塞车。对，那个红绿灯那里。请勿触碰车门，谨防被夹。今日广州街坊嚟咗广州南站去长沙旅游，分享长沙美食，长沙嘅当地风土美食。准备入站，长沙，湖南长沙。刚刚上了高铁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有的。长沙南高铁，对，帅哥，你话老爷啊，老婆爷，你让不让给我干么子？都是找的。已经开车了，9:45，9:54。9:54。总站是长沙南。总站长沙南。好多楼盘嘅一路开，我哋都喺边度翻嚟嘅，响一衡阳东站啊。我哋呢部就汕头到长沙南嘅。拿十个，我十个，我就拿买十个，十个，我都我充咗，我充十个，我只需要买十个，我想到拿个秘密，我想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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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手机走家不查房的东西，你管积水不带不加，他钱都会不带，我都会给他们带的。到站呢，长沙南到站。准备落车。长沙南站已到了，刚刚落车。
落雨嘅，湖南长沙都落雨。五一广场最出名啦，五一广场。就是这条街了，比较中心的坡子街。住落酒店了。这边客房啊，都可以啊，啲酒店。我哋酒店上面有老成都彩板鸭长沙制造，坡子街啊，坡子街呢度，我哋住呢间酒店，下面就系美食街，就等于北京路。